幽灵水晶是以主人的身份邀请大家来这边好好的享受两天一夜的时光。没有，那是真的有风。不好，水晶好累。Hello， 这是一个动物园的感觉。没有，英雄熊有的北极熊，然后有跟它的，这可能是驯兽形象。对，驯兽形象。有看到这个零食袋就觉得哇！宝宝为什么要戴鹅啊？他有席子琪的长腿，然后 Grace 的细腿跟。Holly 跟佩杰的 badass， 都有了。你看起来超逊的。特别想感谢别团的谁？我想感谢蓉蓉。他可能忘记，但我想要特别感谢他，是因为那时候在练开场舞的时候，我们刚好是在一组的嘛，算是一组，对。然后我们就有聊天什么，那我就讲到说，我没有上一二级，然后他在某一天的晚上就特别私讯我说，就其实没有上场也没有关系，你只要在某一次上场，让大家看见你表现好就好了。我觉得在节目的初期，大家都特别的紧张跟紧绷嘛，因为毕竟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上台。但是他在那时候压力很大的时候，也来感谢我，所以然后我也很感谢他。哦，我也有一个，我也是要特别谢谢蓉蓉。我又干了什么事？白痴哦，形象没那么好了。因为我不是一直都是特别好或是特别亮的那个人，所以我知道在那个时间点，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讲了这些话。不管怎么样，你的心理一定都是会好一点，所以就是觉得说，好像就是少，多做这一两秒，人家会好像会舒服一点，好像也没有什么关系。下去手都是要升级的，升级就好。啊，挺好。拜布。三。二。拜布。你们的这些点点滴滴都会成为以后的回忆。太进入那个情绪了。这个团众，然后让我们更认识大家，更靠近彼此。然后这是我第一次主持，所以我很紧张。其实我想谢谢这个节目，它算是为我们准备的。然后我其实觉得有蛮多遗憾的，因为。没有更多时间可以认识你们。未来少女请开门。